哇，这整个翻山越岭呢。嗯，先用最后一个点，然后在设施旁边，然后下一个点再跑回市区。不要啦，在下面的码头。当红卫哦，我们制毒我厂海旁王为什边。么？这车不能改装，哪台？超级跑车。还想改超级跑车啊？超跑不能改吗？不行，路上抢的。哦，路上抢好。那照把它炸掉。哇！啊！跌倒了。讨厌。DSD 怎么停下来了？成为摩托帮首领，我来当铁锤魔人。敲起来，敲可爱，敲铁锤魔人，阿达，阿达，阿达，这好爽啊！这敲下去好，有砰砰声吗？就有那种咚，那种很大力的那种。捶下去的声音，砰砰声。等一下，怎么了？跑进这个洞里翻呢？跑进他这个洞里，就跑到他这个洞里。公家回啊，真的、欸。你要不要直接往下滑、啊？对啊，往下滑就好了。感谢罗林续订。哎、欸，有一个段落差，有没有靠左边一点？黑丝袜，黑丝袜，黑丝袜，黑丝袜。还是不能穿黑丝袜，是不是？没说怎么，就黑丝袜偏见。还是你喜欢肉色丝袜？你是看到丝袜会冲动，是不是？没有，就想说给他一点奖励的。你是喜欢湿丝袜，是不是？没有哦，知道了。我不喜欢。你不喜欢？都挖到头嘞。我觉得不喜欢比较好。要开始嗨了吗？来来来来来，那嗨！快点，嗨到嗨到！可恶，我刚刚也看到了。哦吼 ，sorry。路来路很啊你！哇，你要在设施旁边啊？有没有在设施旁边？很远，不在，在湖的另外一边。哈哈，可以啊，你这速度两分钟内就到了。哇，这好像在军事基地附近呢，是不是啊？哎呦，哇、哦，军事基地需要点開心快樂，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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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下面。好厉害，好厉害，什么？好棒棒，好棒棒。哎呦！我们开车哦，对，嗯，感谢礼物。哎、欸，不打。设施是在哪里？我忘记了，海晶湖吗？设施哦，对，海晶湖服务拍賣的那个设施好啊，观众。就我们那个啊，最棒了。哦，这个哦，哪一个啦？我其实也不是忘记哪一个了。那个一二，这个是一，这个是二，三四，哪个最好？好痛！啊，不要这个啊，这个太崎岖不好用。这五个哪一个好？因为现在特价，想买一买。嗯，该买的都买起来，这就可以解一解了。看，原本200多万，啊、现在只要100多万，便宜。所以我是要买地堡设施哦。你先把地堡弄好，地堡弄好之后，再把夜总会弄好，代表你这样子就表示你的钱都用完了，就可以去玩其他东西了。所以我先把地堡弄完就升满嘛，然后再夜总会。还是我来这边看看呢、啊？这个声音不喜欢。制造厂也可以用一下了。制造厂要用啊。夜总会就包含制造厂那些都要弄好啊。买我离我地堡近的不是啊。哦买离我地堡近的、哦，可是如果是伐木场，路况不好怎么办、嗯？就像你那个鸡哥一样。什么鸡哥？没有啊，就是我不是说他那个军事基地旁边的地堡一开出来马上就撞到东西。嗯、对啊，哎、欸，有四跟五哦。你们的伐木工人好凶哦！我开枪！因为我刚刚撞他们的人，肯定头开。感谢礼物，感谢冰淇淋。战斗这边临时取景，你说这一哦，第一个哦。
这很讨厌骑这种路哎、欸。你捡末日抢劫有要运东西呀、啊？啊，如果你这样子，如果三路骑去的话、嗯，就比较不好运啊。对啊，而且末日抢不不设施用得到的就只有末日抢劫跟一些特殊的车种而已啊。对，我记得这个是在沙丘上嘛，对不对？地堡。哦，在这里看到了这个大型的牛车。马须165万买，然后其实比较好玩。这边好像也不错哎、欸。个人空间啊？去哪里啊？这里不错吗？就这边好像不错哎、欸。你要去哪里呀、啊？冲过头、哦。你们地堡好像不错呢、欸。嗯。这边不是第四。那个吗？一般抢劫第三章，哎、欸，第四章的地方，就要到伐木场啊。地堡你们只要买，就需要买个人空间，对不对？看你，如果你想重生在那边或看监，重生在那边就买啊。对啊。啊，监视器也是看你自己有没有要而已。不过监视器通常是那个啦，通常是直接。是我这等下才要买的，是不是？因为我觉得我看到个人空间发财，有机库跟哇，被洗了6万的钱，又被安东尼拿走了。对啊，东尼，你说这边出路方便，可是真的好远啊！有锦星了啊啊！哎、啊，刚刚怎么打那么爽都没锦星？克隆兵上线了哦，知道了。啊！因为是刚刚在那个、啊、菜市里 ，QQ， 刚、打很爽哎、欸，还想要打很爽啊！现在没办法了。所以夜总会那个五整也都不需要买吗？不用啊，不用买、欸，爽感而已。对那真的是爽感而已，就他也没有挑一些多好看的舞啊，他就是在那边扭而已啊。哦现在换我 ，OK， 在那边扭也不错啊。换我喽。西裤跟拔伞的用意是什么？不过解一解已经九点多了，今天还要几点啊？今天点十点半。哇啊！10点、10点半，那我快点。Hi there。Hi there, this is Briony from. Hi there。哎呦，哇，他一次打给这么多人哦。嗯，他可能用那个群体通话，不是啊，就像那个民调有没有录音的，然后一次打给好几个，同时播，对啊，啊，少一个人，你被鬼刀爆炸灭了，是有哦，哎、欸，人变多了、欸，哎，人变多了，变路人了，那就换吗？换啊，是吧？没关系啊。鬼道炮他花50万，然后我没扣到任何东西，说不定那个他的钱是脏钱。嗯，没关系，他还是要花50万。现在是382，对不对？对啊。要去谁那边？就看他即便抢了172元，杀掉劫匪把钱夺回来。嗯，刚的是原来是哦，所以我现在升级那个地堡东西。哎，我好了，来我这吧。对，好，说地堡怎样？升级地堡的东西是要回到地堡？要，嗯，有一些要，有一些不要，像什么设备啊、员工那个都要。我先回去看看好了，然后等一下跟你说怎么升。设备、员工跟保全是要在地堡的电脑用的，其他的升级是在手机上用的。手机上那是哪里按？手机、啊、就一样啊，跟你买地堡的方式一样啊。档案会变翻修，不是购买。对，翻新哦，靶场那些就是看你要不要买满，是不是？嗯。武器库的话，就是你要有那个那台大车车，我忘记它叫什么了。机动作战东西。对。那我靶场我先买。靶场其实也不，靶场不用啊，用不到。不用。靶场武器库用不到。你有先再买。哦，那。我就买个人空间木椅就还好了，嗯，就直接回来这边比较快。嗯，哇，我差7万块，我的
地堡就蛮厚了。咚咚咚！我说找不到繁星的战局，为什么？加杰克，还是我去加你？想要再加一次。的货突然满出来，不是满出来，出现在我眼前。我应该今天凌晨的货会满的，晚上就在那个，加入。哦，你要等到一次满再。对啊，我都是补一次送一次，补一次送一次，这样就不需要等大家都上在的时候。哦，货不会那么多。我是想说大家可以分那个，大家可以分钱啊。因为有时候大家联络不到又很钱卡那边觉得很烦。我是不是要顺便买个机库、啊？钱没有卡，机库不要买，太少。要买的，没什么用，资质作用太少。他跟 CEO 一样在跑货。杰瑞跟音乐哦，我来了。我没有看到你邀请，不用邀啊。没有没有，你要 home 里面直接。约进了，幺，你 home 可以找到我，那加入我，加我加我，还没啊，等一下，好，感谢礼物，感谢水月的，对，我要修我的暴君了，火神跟那个好了、哦，好，等我一下，我先修我的暴君二。火神跟什么？那把什么寡妇吗？还是什么？是寡妇吗？寡妇头刀、哦，跟寡妇哪个比较好啊？吊着，还是一样？我不知道，因为我还没买火神。火神不贵，五万块而已。火神便宜啊，寡妇五十万、啊。那寡妇是因为你不用120等啊？对啊。这个是你等有等级限制，一个没有等级限制啊。哈基要不要进来？你看，等一下啊。他不想赚钱吧？哇塞，哇塞，有些颜色是要用火神，然后杀掉599个玩家、欸，哎，是啥回？有个什么颜色？洛圣都警局色调、就是，还要杀掉599个玩家。就关台后我们自己打架，就自己刷就好啦。那早晚的东西而已。欸、哈基，你身上又有悬赏了。对啦，太多了啦。战局无法连续是战局，我的还没钱，没钱买那个原子宝。原子宝？对啊，就那个可以把东西弹起来的那个。哦，原子枪。哎、欸。哦。这台电子第一次。小丑枪。对啊。所以现在是先从哪边？哪边？啊，杰瑞还没进来啊！先到地堡吗？好啊，嗯，因为我现在要先过去啊。要了，加不到战局。我战斗机快开到了，战斗机快开到了。把你缠起来。商业大战。进不到战局啊！啊，这烂车！从远一点地方听看DSD 不要在我前面，会瞄到你啊！DSD 不要在我前面！啊，DSD！ 我重开好了，我没把机关。好 ，DSD 在前面会瞄到你啊！还是我们先运啊，不然……嗯，那我再邀他们哦。好，好奇。哎、欸，差点瞄到！你说瞄到 AC 啊？对啊。欸是有悬赏哎，借我打一下。
你要连车一起炸吗？黑心，你要不要下车啊？加啦，阿杰进来了，加入了。哇，全场不能赚了。哎、欸，等一下就可以，等一下就可以，等一下就可以了。啊！哎，队友伤害好像也赚不到。等一下，我死了，我被你被碾死了。我被 DSD 的那个喷火用死了。要断考的要去看书啊！考要去看书啊！哎、欸，大家考那期中期末考是不是也来了、啊？期末吗？期末感觉还没吧，差不多了吧？送货喽！哦，四台车。假如说第二次断考，应该是快到了啦。都是、嗯、DSD 都是。好喽，第一个点在哪？送货喽！